年级是四年级，那对我自己来讲，是我已经找好一班四年级的导师，他很愿意。我先拿着我那个 project book 跟他讲，然后跟他讲海瑞有多好，然后那个老师就很开心的跟我一起。那我有跟教务处讲，因为我们说我们想要参加海瑞这个团体，那他也支持我们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些，那真的很感谢这些组员帮我们产出了这么多的 idea。好，那所以导师他配合的协同科目是综合，因为我要减轻导师的焦虑啊，他们不愿意配合都是我们要增加他的工作。我说 no， 就是主要还是我在做，但是你配合我，就是请你用那个对我小学来讲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小学老师，那我这边一个中学老师，对，那对小学来讲就是。可能综合课是导师觉得比较 easy， 比较轻松一点的，比较 flexible 一点的，所以我就说。